买一套回来，我说我来试一下。当时我也没跟他说我掉头发这个问题，你可以、他没跟我说，我从来都没跟他提起我掉头发这个问题。但是我自己知道，因为我已经吃了几个月药了，去那个皮肤所帮你看，没有效果。很严重吧，掉头发。所以像我们这个年龄掉头发都是很正常的，就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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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掉。那么厉害是啊，然后。他买回来之后，我应该是从七月底的时候，七月底开始吃，开始吃，我吃了半个月，那皮肤很明显，我头发长出来，不要说皮肤，我头发全部都长出来，你现在是看不出来我的问题在哪里，然后也没有再掉了吗？没有再掉，然后我的发型师，他，因为我掉头发之后，我就不敢出去外面洗头，因为我从怀孕开始，我女儿今年已经17岁、18岁了，我。20年一直都在外面洗发做头发，那几个月我就不敢出去外面洗头，我还以为是因为，我说是不是洗头洗了十几年，那个头发那也会有影响了。然后医生说其实没关系，但是我心理压力还是很大，因为一直在掉，那段时间很压抑哦，心情也很压抑哦，晚上也睡不好，我就不敢出去洗头。我上个月再去我那个发廊洗头。那个发型师跟我说，哎，他说你的发量怎么多了那么多，然后头发都长出来。我是看了15天的时间，它就长出来了。就是那个痛的地方长出来了，是、真的很神奇。MMM 跟清气片真的，我就吃 MMM 清气片。就这两种。就这两种，然后我的那个益生菌我是给我女儿吃，还有健脑片我给我妈妈吃，因为我妈妈年纪也大嘛。然后女儿也吃那个健脑片，因为学习压力也比较大，可以帮助她那个增强那个记忆力啊。她现在上高中了，压力也比较大。我是，她也是因为看到我吃了之后，我的头发长出来了。我们一家人都在我为我掉头发这个事情很揪心啊。不过掉头发我刚刚才知道，是啊，之前不知道。医生说就说我那还是很好，内分泌，然后抵抗力差，内分泌失调，因为也40。